有的人试图掩盖真相，而我却发现，我希望你生活在真实当中，因为真相重新被揭开。相信我，你会在这里与他相见。针对新时代的学生，教学面临着新的挑战。所谓的新的挑战，指的就是教师要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，学生能够从实际情况中汲取新的知识。南师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教学内容是专门为学生设计的，它源自真实的生活，它不仅真实准确，而且丰富有趣。期待在这里与你相见。南师大学文学院中文系。